边都没有签证，最后就是困住在这里。因为这边就叫做绿色地带。好，各位看一下，那断层形成的落差坡土地的景观。因为东非大地堑地壳裂缝出来形成的。来，下面看到上比希尔，左手边有没有看到水花？有。就坐在那里，在左手边，左边，在左手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高空弹跳，这边有 bungee jump， 有人来这里在高空弹跳。好，来，你们看到那个瀑布的景观。它的主要落差107米的高度是三大瀑布里面落差最大的，它的横切面1700公尺的长度，等于1.7公里的长度，这个瀑布的宽面面积也算大。回来会不会走这个铁桥？那我们会走那一边，那一边。这边要看，以前可以让客人走，我要再问，因为他们这边非洲的做事办事，只要换个政权、换个政府，但政策都一直在变的。Today when we return, excuse me, today when we, can we let the passenger walk through this bridge? Walk, can we? Yes, it's okay. It's okay. Yes. 哦，可以。他说回来说可以，那回来我就这边放你们，走到对面接你们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是还没过关哦，要先入关哦，要先入关。所以你看到这个。东非大地堑的这个落线是不是很整齐？就像一个刀子画了在地上画了一大条裂缝，所以这个裂缝裂开的很均匀，那个高度很均匀的。大地震。Thank you.
跟那个伊瓜苏一样啊，这边是那个巴西，那边是阿根廷。这水就越大了。就是那边看过来的，thank you.
已经是群星发挥了。